幸同苏菲玛素合作，王敏德钟情法国戏。有法国玫瑰之称的苏菲玛素，琴日到港出席2020全球卫生倡议活动。除了宣扬抗疫筹款之外，仲话希望可以同同场的王敏德合作，而 Michael 自己都话好期待有咁嘅机会啊！如果有呢个机会，我觉得系，其实我觉得系好 interesting， 如果可以玩法国电影，特别啲。讲到法国电影，梗系要追求浪漫啦。咁你系咪想同苏菲做一对 couple 先？这个很难讲，不知道第一次要有机会先。如果有机会咁 up to 个 director producer， 或者你自己会不会写个 script， 即系你呢排我冇时间写 script， 冇时间做呢啲嘢。如果今晚有机会，我问佢法国嘅电影点样行，点样搞。咁隐晦，唔通系惊老婆马思慧揸影？啊，唔会嘅，老婆系the best， number one， 系啊，佢系number one。